迄已经是真久以前的代志啊。我会记得迄个时阵，我才刚开始做看护无偌久。伊就是冰哥，嘛是从什么开始伊要去照顾的病人？啊，大个伤到这么严重，伊敢遐阁有可能会醒？就算讲哦，敢剩一口气哦，嘛一定哦，爱等到伊讲出真正的来干一下，伊才会当死的。我来去倒吼，我随来哦。啊。是啥？冰哥，哪样呢？冰哥，你听阿红阿来讲，你有感觉真熟悉无？伊个反应哦，都好像就你头一摆看到文斌那同款的表情，一模一样，同款那同款的。那迄人真正是爸，那安尼是想送爸去病院，而且，那你病院接受治疗，想开始呼吸器治疗呀？哎呀，所以讲哦，阿洪讲的迄个故事，甲咱冰哥的故事哦，都敢那得过咧倒菜刀咧，安完全倒袂吧？一切拢不合理呢。阿红姐，嗯，彩虹姐，你敢搁会记得是倒一年伫倒一间病院照顾这个病人？我拢有记伫个簿仔内啦。我今仔嘛是转去找哦，应该找有哦。好，那你麻烦你去找出来，阮看一下。然后，甲阮爸过些日子比对一下，应该就知发生什么代志啊。我前天我查伊出入境资料查了安怎？嗯。对拢是讲啊，迄、那个张文斌哦、啊，三十几年前就来过台湾啦。啊，伫迄个时阵，每天来来去去啦，要不十几年以来就真少来啊。而且讲的话，甲事实根本就无共。伊一定想要安康什么，才拄啊过白贼。啥？你讲高夫人已经要甲囡仔转去别个托婴中心啊？对啊，啊，伊真坚持，阮当然嘛是尊重伊的选择。伊就。真正足多谢你这段时间的斗相共，安尼我着先去无用啊。你讲陈晨无去啊？是倒一个抓不到的。跟我安怎讲？我还袂报警啦。你还袂报警？我的囡仔伫遮，叫人抱去，伊看过这么久也袂抱去，啊，就快要送去倒啊！雪清，雪清，你想要向你从无吗？取代李玉墨这是违法的代志，咱若报警，代志老大对咱无好处，恁先踮附近找看卖咧，再讲哦。有监视器，林院长，我还一间的监视器，啊，搁有走道，搁有大门，的监视器我拢要看。我至少会知影，我的晨晨去何乡抱去。哇，这个黄小鱼竟然够大胆，你竟然跟晨晨跑走，你敢知影伊是啥？你有人只要就这么凊彩，拢唔免了解伊的身份背景。啊，咱晨晨都已经和小鱼跑走啊，搁做任何解释嘛无路用啊。伊竟然跟我的后生跑去，我要找伊拼命！哎。跑走啊！你赶紧叫你查某囝把后生还我，那无甲伊搞到死！来，这款，我甲你讲啊，这就是结果。到时阵哦，你看法官是要判伊十年还是二十年？美惠阿姨，到时阵你后半世人哦，就爱常常去监狱哦，看你的查某囝啊！我知影阮小云做唔对代志，我代替伊甲你下死你，不过。你唔通报警啦！你阁给我一款时间，我会甲小云找回来，叫伊赶紧甲囡仔害你啦！无报警，有无报警的做法？你上好心中较有力嘞，若是找无伊，到时阵用我的方法，你就别怪我。
我唔知你做个这样离谱的代志出来，啊！你死啊！